细节就是在于说，我们怎么把它呈现出它的非常温润的一个滑顺度，让那你的刷牙的时候是不会有违和感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它的R角跟它的那个刷毛中间的这个地方是取得特别细，就是特别细腻的点是在这边。然后我们是用那个马毛下去做它的那个刷毛的处理，因为马毛的话它本身就是动物的刷毛，它遇水会更软，所以它刷起来是不伤的牙龈跟珐琅质，是很舒服的一个口感。就希望说透过一直主要刷，你很习惯的一直使用之后，你就开始去真正从你生活里面开始去改变这样子，而不是说透过很多外在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去跟你讲环保概念这样子。